无论取诸身相、法相、非法相，皆为诸恶人众受。所以呢，四个字要不是一桩事情。你为什么这一个通通都做呢？做身相，以为这个身体是自己，你思想去做。法相，执着一切法确实有，这个都是作有。非法相呢，作空，非法相是空。你执着一切什么都没有，我谁执着一切都没有？还不是我执着吗？那有我思想，没有具足吗？诸位细细从这个地方去省察，去体悟，所以菩萨真果没有念头啊！前面我们读过了，须陀洹如果自己以为哎，我证得须陀洹果了，你们想想看，他有没有证得？四相具足啊，凡夫啊！须陀洹证得须陀洹果了，他没有觉得他证果，他若无其事啊。小乘尚且如此，何况大乘菩萨？你要遇到观音菩萨，你请教他，观音菩萨，你是不是已经证得等觉菩萨了？他要跟你说我已经证得了，他四相都具足了，他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这种分别之处，清净心。菩萨我们讲圆教，从初性位到等觉51个阶级，这51个阶级从哪里来的呢？释迦牟尼佛方便给我们说的，方便说的。事实的真相啊，是这51位菩萨清净心的程度不一样。越高心就越清净，但是那个最低的一位也没有物质，也没有思想，从最低的那个初性位的菩萨就没有思想了。换句话说，没有思想啊，这个里面也有程度上的不相同，我们讲清净心的程度不一样，是从这个地方说的。其实在实际菩萨果位里头，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，这些人都是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稍稍有一点意思，心已经不平等了，已经不清净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说，无论取着啊，不管你取着身相或者是法相、非法相，那你通通都着相了，故于一切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